家好，我现在是在厦门。那大家看我的穿衣就知道，我们这边天气非常的好，而且厦门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你看有岛还有海，绝对是你旅游的不二之选。那我这一次来厦门的目的呢，就是带大家来看一看正在厦门冬训备战奥运的中国羽毛球队。大家好，我现在是已经到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哎，但是我今天不是来看乒乓球的，我是来看羽毛球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国羽的冬训呢以及备战奥运就放在了我们的国乒训练基地。那里面到底会是乒乓球台还是羽毛球场呢？让我们进去一起看看吧。 Lady go。此次冬训近两个月的时间，不仅规律了队员们的生活作息，更重要的是磨练了大家的意志品质。像是陈雨菲在2019年末终于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登顶那天，罗指导在社交媒体上用看似开玩笑的语气表示，要用10000米来奖励陈雨菲。万万没想到，这10000米不仅来了，还来得这么快。不行了，今天主要是跑了10000米，早上，所以下午，对，所以下午就调整一下，就比较轻松了。但是这个好像是罗导上次说要奖励你的10000米。对，他是那么说的，但是没想到真的要跑，而且还是大家一起跑，都跑傻了。就是、所有人都陪你一起。也不是的，每个人的训练计划也不是陪我，这样子他们可能会恨我。到这边感觉还适应吗？还行，就是练得有点累。你跑10000米当然累。对啊，我天哪。冬训和平时比赛中的训练还是很不一样的，周二到周日都安排了满满的训练计划，有时候早上6:30就要出操，晚上的时间教练还要给他们查漏补缺补补课。当然训练也不完全是枯燥的，队内会做好调剂，让他们对抗训练之余也要保证心情的愉悦。男双组和混双组分成两大阵营，分别派出韩春凯、周浩东以及郑思维、任翔宇在场上展开了一番对决。在双方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还形成了两波拉拉队，为他们加油助威。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运动训练之余，他们也会打打游戏、开开玩笑来释放压力。生活中的他们更像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好朋友。他说：“天哪，怎么还在？上个星期已经装了一个星期了。”我说：“是不是镜头跟大家压力上？说我都不敢做那个很累的表情。但是今天下午实在太累了，他已经扛不住了，已经道不圆形了。”不要停！不行啊！刚刚40多已经在镜头面前说我不行。还有今天李毛指导也是亲自来到了场边，而李毛指导今天一整个下午几乎都待在了龙哥的训练场边来进行一个临场的指导。陈龙作为目前男单组的中流砥柱，又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但对于他来说，只要参赛了就要竭尽全力。龙哥从2:30开始打，一直打到现在，打了2个小时，然后几乎场上都已经没有人在训练了，但是他还在训练，体力真的一级棒，要我估计早累趴下了。我还是乖乖坐这儿看球吧。我觉得应该说是更想2016年那会儿，你会觉得没拿过想去拿，那现在我知道难度很大，或者是困难很多，或者是对手很多，困难非常多，但我反而觉得说这样可能更能激发出我的欲望，我依然还有梦想，只要自己还想就应该全力以赴吧。
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来说，相较于成龙的胸有成竹，而石宇奇正面临着背水一战。七月份受伤手术对石宇奇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逐渐拉远了奥运和他之间的距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积极康复，努力训练，争取积分和时间赛跑，期待在奥运相见。咋样，今天的训练强度感觉恢复的怎么样？我一般吧，你们看呢？我看你还可以啊。那可能是对手范围嘛。可能不好意思对伤员出手吧。就实事求是说嘛。还比想象中的要好一些。然后他刚才自己说，就是他自己打的状态没有他想象当中的好。那是因为他很强啊，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对，因为还没有回到他的巅峰。我们作为普通人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一个职业运动员要多努力才能从训练场上真正的站到最后的奥运赛场上。有一段时间心里是非常沉的，就放弃基本就是在旁边了，参加上的话就我就想说一句，就感谢没有放弃吧。丹哥现在身上汗湿的这一套衣服已经是今天下午的第二套了，而且大家看他就是场地上换掉了这么多球，他跟年轻的小将一起打比赛，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是一个36岁的老将。提到羽毛球，不得不提起林丹，他就是奥运精神的一个象征。在过去的2019年，林丹取得过很好的成绩。4月份的超级750马来西亚公开赛上，林丹一路过关斩将，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李宗伟为他颁发冠军奖金。这也是林丹时隔2年再一次拿到高级别赛事的冠军。有人说，男单相继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选手，现在早已不是林丹的时代了，但是他仍在场上诠释着坚持的意义。曾经羽坛的四大天王，现在只剩下这一位36岁的老将仍坚守在赛场，为他的第5次奥运之旅奋斗着。当然，作为运动员肯定是辛苦的。冬训过后，2020年的比赛又开始了。可能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要冲击奥运，他们还要争取更多的积分。像泰国大师赛就正逢中国的新年，为了国家荣誉，他们又一次不能陪伴家人一起过年了。广大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奥运会就是自己的小时候的梦想，我觉得。去研究吧，我觉得要去研究对手那些，还有研究自己的不足之处，就很多方面。包括临近奥运会了，所有的爱好都要围绕着羽毛球来走，其他的东西都要取消。我觉得更多的是心态方面吧。技术方面是不用说了，肯定要加强的。然后心态方面，我觉得打到奥运会，其实，我觉得心态会比技术更加重要一点。对于我的人生，其实奥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节点嘛，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期待的，对。
在经过这几天的冬训奥运备战的探营之后呢，我也是见到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之外的生活以及日常的训练。那我作为这一次冬训探营的小侦探呢，我接下来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顺顺利利的走入奥运赛场，能够在赛场上取得骄人的成绩。那我们东京见啦，拜。去下楼啊，去健身房吗？对啊，录到了，看我那个再来一次吧。看啥？你还要上来吗？